虽然今天的雨很大，但是呢，我也坚持要来吃这顿阿文肉丸。反正看到就不错吃。阿文肉丸是我在介绍清水的美食，那么清水的在地的网友就介绍我说，这间一定要来吃看看，很好吃的啦。请问你我一定是要从哪里？哪一层？啊，五货洞啊，综合伊的辣酱呢是家己做的，啊，若无够咸吼，甲讲爱改人较做。阿文肉丸到了这代一定是第四代，那么伊主要是以这个肉皮加笋角来做伊的阿，伊的外皮呢是先煮过，啊才来煎。所以加起来 QQQ 大辣小辣不辣伊的汤头拢袂歹啦吼，啊像这个是低血肉丸加这个菜头汤。有粉肠，好粉肠，大肠，啊这粉肠。第摆即毋是迄落油脂，我拢好。伊介像是，伊介像是先迄落滚的，啊再落去煎煎的安尼嘛。我看伊个咧浮动，因讲老冻，老冻造出来个样。但是它真好料。哦，有啥？真好料。麻椎啊，迄笋啊，笋角，嘿，真正开始第摆食啦吼。真好，啊，这个清水美食，我阁加食一味啊啦。